满上，如此说来，大名不保了。就连三桂也，就连三桂也救不了大明了。三桂，老夫把话撂着，辞去山海关。你必须有玉石俱焚之志，你必须有慷慨赴死之心。我大明即便真的亡了，也亡得个轰轰烈烈。王公公，有末将在，大明就绝不会亡。末将定能击败秦军，决胜千里。是吗？行，你比袁崇焕、洪承畴厉害。王公公，大英雄出自乱世，洪承畴、袁崇焕失败之时，就是吴三桂建功之日。好，好啊，这孩子真是英雄。来来来，圆圆，给三桂满上。来，老夫要敬你一杯。来，公公。哎，老夫着实是喝多了。三桂，或许我看错你了，
公公，我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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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桂，嗯，王公公说的是真的吗？哼，王公公，他已经老了，你别信他。他现在是两眼昏花，心如死灰。哼，王承恩啊，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王承恩了。哎呀，燕云，相信我，大明绝不会亡，有我吴三桂在，哼，清军呢就休想入关。可是，王公公说的好怕人呢，他说你要有赴死之心呢。我久经战阵，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要说怕死的话，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哎，我现在可是结结实实的活着呢，我越活越精神，越活着天地越开阔。三桂，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浑身英雄气。我最爱你这股气了，月月。我实话跟你说吧，大明越到危亡的时候，我就越感到兴奋。这是为什么？你想啊，大英雄出自乱世，要是在太平盛世，我吴三桂有什么用啊？要是袁崇焕、洪承畴都在的话，皇上也不会重用我了。现在啊，洪承畴、袁崇焕都已经失败了，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我就是擎天一柱了。现在正是我吴三桂建功立业之时啊。可是，我还是盼着太平。你放心，有我在，我保你太太平平的。三桂，我舍不得离开你，求你跟皇上说一声，让你带我去山海关吧。我们俩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月月，说实话，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可山海关不安全，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京城吧，啊！我再也不想当人质了。你怎么会当人质呢？你是诰命夫人呢。哎，再说了，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呢。什么事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啊！皇上，李自成率百万之众向北京城进军，其前锋距离居庸关已不足百里。他是想抢在朕之前入主京城，一统天下。朕的时间不多了。皇上，您找臣妾有何商量啊？爱妃啊，朕善待洪承畴已经两个多月了。他降还是不降啊？不降。怎么说，他还是要为崇祯进爵。朕成全他。皇上，洪承畴虽然不降，但是他肯定不想死。此话怎讲啊？皇上，洪承畴虽然嘴上说要与大明共存亡，但是今天早晨臣妾向他请教宋史的时候，突然间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尘土，正好掉在他袍子上。皇上，您猜他怎么着？他马上跳起来把尘土掸得干干净净的。如果有必死之心的人，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一点点尘土呢？皇上，他
他太爱惜自己，爱惜生活了。他珍惜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诗书、音律、茶酒、骏马，他样样都爱。如此热爱生活的人，他怎么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朕愿意让他爱个够，愿意等他幡然回首。哎，可朕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皇上，臣妾已经想好主意了，你再给臣妾几天好吗？三天怎么样？如果顺利的话，两天就够了。嗯。洪先生，您读的第一本书不是《人之初》，而是《古诗源》。你是怎么知道的？洪先生，您23岁那年，第一次进京赶考落地，不是由于文章不好，而是由于文章太好了，而不合考试的规矩，被考官埋没。日后您虽然名落孙山，但是您那篇文章却载入了当年的文选。无论京城内外、大江南北，洪先生，我一直想找您那篇文章读，我找啊找，足足找了20多天才找到。您那篇文章叫《一夜望古秋》。大清一定能够一统天下，皇上一定能够完成千古大业。臣洪承畴叩谢皇恩。赐座。哦，谢谢。洪先生，这儿还习惯吧？啊，多谢皇上关照，臣诚惶诚恐。洪先生，朕早就想向你请教，我大清如何才能顺利破关，夺取天下呢？皇上，臣说话比较直率，还请皇上恕罪。哎，不必讳言，尽管直说啊。皇上，臣有三个建议。其一，臣建议皇上让李自成先行攻入北京。啊，
为什么呀？臣征剿多年，深知他们的优势长略，所以说臣认为李自成及他的百万义军，说到底不过是些揭竿而起的草民。他们虽然骁勇善战，势不可挡，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准备。说得好，以大明现在的实力，他们根本挡不住李自成的进攻。臣估计不出一个月，李自成就会攻陷北京，而那时候李自成虽然进了北京，但他自己也精疲力尽，同时来讲他也兴奋过度了，这种空前的胜利也使得他和那些有勇无谋的官兵们陶醉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这个时候，皇上突然的率兵南下，那就如同利剑刺破骨，轻而易举。有道理。接着说啊。好。再有，李自成虽然造反，但他是汉人，皇上您虽然是君，但是满人，汉人的心往往向汉，这会对您不利的。所以臣认为皇上出兵的最佳时机，就是等李自成先行攻陷北京之后，这样您就可以用行天道、剿叛逆、为大明复仇的名义入关，这样您夺取的就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替大明复仇、行王道、剿叛逆、承天应命、顺理成章了。这样不就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内地千千万汉民抗金活动吗？洪先生简直是天人呐！朕最担心的问题，让你三言两语就给解开了。哎，朕不急了，不急了。让他李自成先进北京吧，朕后发制人。哦，皇上，臣的第二个建议是，请皇上率兵南下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明朝的皇陵以及各地的文庙祠堂，千万不要兵马践踏。李自成当初的一大败笔，就是他捣毁了凤阳皇陵和各地的文庙祠堂，这样就使得不少的读书人对他产生敌意，这样就逼使得崇祯和各地的文武官吏以及商贩甚至是市民对他增加忌恨。朕举兵前，陛下严旨，所有的清军不得进帝陵一步，不准进文庙书院，违者杀无赦。谢皇上。那第三条呢？臣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请皇上当心吴三桂，当心关宁铁骑。哦，吴三桂有关宁铁骑50,000人，步兵150,000人。蜀臣斗胆禀报，关宁铁骑的军力绝不亚于任何一支八旗军。他们在组建的时候就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什么口号？八个字：关宁铁骑，天下无敌。有魄力，朕颇为欣赏。皇上，您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大顺与大清双方争执不下，吴三桂就成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力量。吴三桂如果倒向大清，那么天下就是皇上您的；如果说吴三桂倒向大顺，天下很可能就是他李自成的。所以请皇上务必在意。朕记住了。哦，皇上，臣的三个建议讲完了。洪承畴，你这入关3亿，顶得上10万精兵啊？不，足足顶得上30万精兵强将。好，好。
简直是太好了。皇上，臣的这些建议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大清，也是为了自己着想。此话怎讲？臣既然降清，就不能有所保留。皇上对我如此的厚爱，我怎能不竭力相助？朕明白你的意思了。朕虽然不是汉人，但是朕要建立一个各族一体的大清王朝，让满人、汉人，让天下人都过上太平日子。皇上，皇上，如此说，天下大幸啊！3月15日，居庸关被李自成攻克。17日，开始进攻北京。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城刮起百年未遇的风沙，天昏地暗。老东王真恩参见皇上。进来吧。哎。昨夜，闯敌攻陷居庸关，守关将士大部阵亡。居庸关一失，京西就无险可守。现在，闯敌与京城之间，只剩下一马平川了。外面的风大吗？嗯。啊，大，大着很呢。昏天黑地。遮天蔽日，真是百年不遇的狂风啊。1600年前，汉高祖就感叹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朕人同此心，心同此境啊。皇上，照此发展，用不了几天，闯敌就要兵临城下了。老奴叩请皇上立刻调回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全力以赴抵御闯敌，护卫京城。那山海关呢？朕岂能置北方于不顾？媾和吧，与皇太极媾和，把关外的土地全都让给他。皇上，现在朝廷只能顾一头，如果两头都要顾的话，两头都难保啊。你竟然也同意苟合？朕倒从来没有想过。皇上，老奴盼望休战，盼望安宁，已经盼了几十年了，只是当着皇上不敢说。大明江山是从哪里来的呀？是洪五爷从胡人手中打下来的呀。延续至今200多年，朕岂能让祖宗的江山在我手中失去呀？不能，不能，一分一土也不能。皇上，那闯敌虽是汉人，但是比清军八旗还可恨。他们破城池，陷关隘，而我大明军队却一触即溃。皇上，万一京城难保的话，那就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不，不，朕即决心已下，绝不后悔。吴三桂必能挡住清军，朕必能剿灭闯敌。朕要集全城将士，决以死战，坚敌于北京城下。崇祯12年，皇太极不也曾兵临城下了吗？朕亲临战阵，血战城关，不就把皇太极打垮了吗？如今朕仍可以痛歼闯敌，再现昔日辉煌。皇上，今非昔比呀、啊！
现在的朝廷拥兵百多万，漫山遍野而来，就如漫天风沙一般，遮天蔽日，无孔不入啊！皇上，再好的刀剑，能挡得住风沙吗？啊？皇上，如果非战不可的话，那老奴还有一个念头。哎，快说！把京城防务交给文武大臣，皇上可以南巡为由，暂赴南京。迁都？南京本就是我大明的陪都，皇宫依旧，六部俱在，江南各省粮饷可知，还有一条万里长江，足能保住我大明半壁江山，以挥师徒日后再起。朕从登基以来，从来没有离开京城一步，此时避祸难迁，无异于逃亡。只要朕一离开，军心民心顿时瓦解。再说，朕根本就不相信江南半壁就能保住大明。那咱宋不就是个教训吗？不，不，朕一步不退，寸土不让，朕要与京城共存亡。皇上，求您不要再固执了。朕就是一个固执之君，你可战而死，绝不退而生。皇上，老臣，你如果怕死，你走，朕绝不拦你。快滚，滚呐！皇上，您脸色不佳，出了什么事啊？爱妃啊，你多少年没有回苏州了？16年了。不想家乡吗？想，做梦都想。想家乡的小桥流水，想家乡的鸟语花香，还想周家的老屋，周家的祖坟。那好，朕令你带着皇子及乐安公主立刻南下，回老家省亲扫墓，明年开春再回来。皇上，你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回去呢？什么也不为，朕只想让你了此心愿，让你回家乡歇歇。皇上，皇上，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我们离京呢？居庸关已经实现了，京城即将成为故城。皇上，那你呢？你怎么办？朕打算亲领战阵，与京城共存亡。臣妾明白了，臣妾哪也不去，臣妾要跟皇上在一起，生死与共。朕让你立刻还乡。绝不。回去。臣妾说过了，皇上在哪儿，臣妾就在哪儿。臣妾要与皇上生死与共。爱妃，朕
朕也舍不得你走啊。皇上，臣妾绝不离开北京。进来瞧瞧你。哎呦，瞧他睡得多香啊！他现在可是离不开我了，我也离不开他。您别看他是皇子，见着我呀，比见他的亲姐姐还亲呢。我也是，看见他心里就踏实，就喜欢。公公，要是没有他呀，我在这宫里就度日如年了。哎，瞧他现在这模样啊，老夫就想起20多年前的皇上。哎，那个时候啊，皇上跟他现在一样大，一样的招人稀罕。老夫伺候皇上睡，伺候皇上吃，伺候他拉屎撒尿。当年皇上见了我呀，比见了他亲爹还亲。人呐，要是永远不长大该多好啊。公公伺候着皇上，我伺候着皇子，我和公公都是同命之人。圆圆，要破城了。什么？不出10天，这皇宫就血流成河，横尸遍地了。公公，那我该怎么办？你别怕，今天晚上公公将派一辆车送你去山海关和吴三桂团聚啊。那您呢？公公，我早已经成了皇城根的一棵草，一块砖，早就跟皇宫长在一块儿了。公公，您和我一起走。行了，就别难为我了。到了山海关，公公就不能照应你了，今后就跟吴三桂好好的过吧。啊，好好的过。哎呀，瞧他这张小脸啊，多像皇上啊。哎，公公，孙女儿求您了，求您跟我一起走吧，公公。起来，甭难为公公了啊。圆圆，公公有句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的话，不说就怕没有机会了。公公，有话您就说吧。当年公公把你接进宫来，现在想这件事是不是做错了？你要是一辈子待在扬州，也许会更太平，所以公公有些后悔了。我可不后悔。进宫以后，我才有了公公，有了三桂。公公，我永远感激公公的大恩。那就好，那就好。公公，那您还有什么心事，告诉我好吗？除了皇上，你就是公公唯一的牵挂。公公只是担心吴三桂会不会一辈子对你好。他发过誓，他爱我，他要和我白头到老的。公公这辈子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海誓山盟了，看人要看心，别光听他嘴上说什么。恕我直言，你毕竟当过歌妓，不干净。他吴三桂现在喜欢你，主要是相中你的美貌，还有你出众的才艺。可是你总有人老珠黄的一天，只怕。我觉得三桂他对我是真心的，他不会朝三暮四的。公公何尝又不希望如此啊？可是让老夫担心的是，吴三桂功名心太重，待人太狠，薄情寡义，杀伐无情。他现在觉得大明无人，只有靠他了，所以连袁崇焕、洪承畴他都瞧不起了。真面目渐渐露出来了，关键的时刻投机变节，很有可能啊。圆圆，听公公一句话，如果有一天连吴三桂都靠不住了，那你就回扬州吧。也许怡香院才是你最好的归宿啊。即刻去坤宁宫。奴婢拜见皇后娘娘。陈圆圆，从现在起皇子就睡在坤宁宫，他得待在我身边，不准离开我一步。遵旨。还有，你即刻搬到坤宁宫来住，好就近照顾他。
没有我的旨意，你哪儿也不要去。娘娘，奴婢听说快破城了。胡说，京城太平无事，皇上说了，朝廷马上就要派兵剿灭外面来的闯敌。哎，你听见了吗？马上搬到宫里来，帮我照顾好小皇子。奴婢明白了。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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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好了，皇上，皇上，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军官已经被闯敌给攻陷了，要不了多久，京城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列外卿，朕倒想问问你们，朝廷如何退敌，朕如何运筹？酒囊饭袋，一无所用。袁崇焕要是活着，绝不会像你们这么无能。洪承畴要是在这儿，肯定有退敌的良策。皇上，如果臣没有记错的话，袁崇焕可是个叛逆，被皇上千刀万剐了。洪承畴可是个降将，他弃明降清，沦为皇太极的奴才了。可你们呢？哼，连叛逆降将都比不上，不服吗？不服就拿出个退敌的主意来。皇上，臣叩请皇上啊，你闯敌媾和吧。原来有人劝朕与皇太极媾和，现在又有人劝朕与闯敌媾和。大敌当前，怎么都想着和呢？过去你们都是主战的呀，半年前杨嗣昌暗中媾和，就是被你们从这儿给拖出去的。你们连拖带打，连朕都救不了他呀。皇上，皇上，臣斗胆建议。建议什么？说。臣建议迁都南京，避开战祸，以图后举。不，朕意已决，既不媾和，也不迁都。朕要置死地而后生，坚立于北京城下，皇天后土，与朕共存。水灵。